亲爱的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分享第97节课，所有员工学会 ChatGPT 与战略升级。这个战略升级呢，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员工自己的战略升级，一个是公司整体的战略升级。前段时间呢，有个学员跟我说啊，他在群里说，他说学了这个 ChatGPT 之后啊，最大的感叹就是这个技术他不想分享给其他人，因为他觉得太震撼了。他说除非是那种特别铁的关系，特别好的多年深交的老朋友才愿意分享，其他人呢不想分享，因为他太颠覆了，太震撼了，太高效了。在一种新技术刚崛起的时候，这种心态呢是比较普遍的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很多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那么基于这样的情况啊，我们来探讨一下，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来说，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员工是否要学习 ChatGPT， 或者如何管理各自的效能，以实现公司目标的落地和执行。现在我们来看啊，员工啊，原本每个员工在用之前传统的模式工作的时候，假如一天可以创造10的价值，那么10个员工如果各自都学习了 ChatGPT， 那么他们各自的生产力会提升10倍啊，这是最基本的啊，最少的。那么整个团队的综合生产力提升的将远远超过10倍。啊，有些同学说不是每个人提升10倍吗？那综合的生产力也是提升了10倍啊，是吧？事实上呢并非如此。因为这里面每个员工他的效能或者他的生产效率，他提升了10倍之后，他们之间可以相互赋能。这个彼此的相互赋能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比如说作为一个短视频拍摄团队，一开始呢，这个主播或者这个男女主角他们在拍摄的时候，他依赖于前面的这个文案创作脚本或者写剧本的这个效率或能力，但是呢他一天可能只写3个，对吧？所以呢其他人就在等等他的实现，等他完成上一个环节，完成之后下一个环节才能够继续，所以呢就会有很多时间是被浪费的。虽然大家看起来都好像很忙，所以呢有了这个 ChatGPT 的加持和赋能之后，每一个环节的生产效率都极大的提高，所以呢整体的运作它就不是说单纯的叠加啊，一加一一加一这样子，它有可能会实现相乘的这样的效果，比如说10乘以10等于100倍。当然具体也要看每个企业不同员工在这个 ChatGPT 学习和执行的落地情况啊，有些人他知道这么强大一种生产力方式，他们不一定会去重视啊，甚至会去藐视或鄙视它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在整个团队当中可以说是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的。虽然呢这个 OpenAI 的其中一个创始人啊，也是核心创始人，他说他在管理团队或者他的成功秘诀有3个。我们来讲一下啊，叫山姆奥特曼啊，山姆奥特曼先生，他有3个成功秘诀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更高的目标，更快的速度。然后第二个秘诀是找到有内驱力的人合作，他的团队全部都是有这种内驱力的啊。简单来说就是那种不是啊，不只是为了啊，或者说不是啊，还是要用不只是啊，不只是为了钱而工作的人，是吧？他们本身就狂热于某一件事情。所以呢山姆奥特曼啊，他是这个 OpenAI 的创始人啊，
也是 CEO 核心人物 OpenAI， 就是这个 ChatGPT 的公司，对吧？他的老大，他的三个成功的秘诀啊，一个是更高的目标，更快的速度，一个是找到内驱力的人合作，然后第三点就是只做正确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他基于这三个核心原则才成功推出了这个 ChatGPT。 所以呢，我们在公司的管理方面啊，从有一些人一开始不愿意让员工或者让身边的朋友去学习这个 ChatGPT， 到慢慢的很多人不得不去学习这个 ChatGPT， 甚至是很多老板、很多公司的管理人员、希望员工们快速的去学习这个 ChatGPT， 从而会实现更大的这个变化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看啊，提高这个综合生产率啊，提高综合生产力或者综合效率之后，利润啊，这个时候就有更多的利润了啊。其中有一部分利润呢，再一次投入到这个 ChatGPT 的学习和运营当中，然后再一次的去提升这个综合实力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，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企业迅速拉开距离啊，就是有的团队全方位的、深度的、整体的在学习这个 ChatGPT， 通过 ChatGPT 深度的去赋能整个团队运营的方方面面每个细节，所以呢，他们会快速的跑起来啊。另外呢，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团队比较封闭啊，没有让员工去学习这个 ChatGPT， 老板也不愿意学习，然后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在做经营和运营，就会导致之前的正常发展速度变成了龟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之前可能一天做十的工作，到一年后、两年后，这十的工作就好像变成乌龟在慢慢爬一样啊，因为其他团队、其他公司、其他人都已经开始用 ChatGPT 的技术来赋能自己的整体工作了，所以呢，就会迅速的拉开这个距离，明白吗？那么有些老板可能会想，那我假如带整个团队一起去学习这个 ChatGPT， 而且让他们在工作当中每一方面都去运用 ChatGPT 的技术，那么假如某一些员工离职的话，会不会带走公司的核心技术呢？这一点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，就是老板要有整体思维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作为老板的同学啊，一定要自己学习这个 ChatGPT， 知道它的整体运营思路，然后你才能够让你的团队更好的去做好每个细分工作的分工。就是作为老板来说，要学习的是通过 ChatGPT 来提升自己的整体思维，或者说是从整体的角度去使用这个 ChatGPT 来做各种方面的规划，而员工呢，更多的是从细分工作的角度去培养这个垂直思维啊，比如说写文案呢，就专注去学写文案，然后这个拍摄的就专注去提升自己的拍摄能力。就员工来说，每个环节希望他们能够通过 ChatGPT 的赋能得到极大的提升，对吧？他们能够把自己手上的工作做到极致，成为某一个细分领域的专家。而老板呢，他有跨界的思维，有整合的思维，有整体的思维，从而形成高效的这个运营团队。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啊，员工的离开就影响不了整体的运行，然后这样的安排呢也是比较合理的，当然这只是提供一种参考。好了，我们这一节课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